啊哈喽大家好，是伟哥，这个王者荣耀体验库更新之后猪八戒，八戒兄在哪里？不是说猪八戒上架了吗？哎，奇了怪怪，哎，怎么在这里没有八戒呢？那要到训练营里面才能玩吗？生命就像人家的魔法书，孤独改改。果然只能在训练营里面看，在那个看不到猪八戒。哎呦，一个西瓜跑出来，啪！哎，这也太假了吧！这西瓜怎么这么快就崩掉了？啊，这就是猪八戒啊！哦，这样子的话，比原画好像会可爱一点啊。虽然说喜欢戴帽子，但是这个长画的话也还不错。嗯，我们再看一次吧。来，这一个九尺钉拍下去，然后还没碰到西瓜是吧？西瓜就没了。这一个动作做的也太假了吧？啊，是吧？这就是传说中的猪八戒啊！我们去游戏里面看一下。月光下邂逅的猪八戒背媳妇啊，是你拿一个貂蝉背吧？或者爱？哎，我暂停一下。好，我们进游戏，然后把背景音乐换成猪八戒背媳妇的背景音乐啊。哎，我们兵线也开起来了。哎呦，这个猪八戒好胖哦！怎么走起来很摇摆啊？我们一起摇摆，走起来！哇，这两个回跳！哎，你过来就不要动。我们看一下一技能，一下两下，哎我去，还可以拐弯的啊！这个技能挺好玩的。第二技能，哎，这什么技能？怪怪。听说要打到墙上才有用啊！啊，看要拉到墙上面才会把自己拉过去啊，要不然没什么用啊！哎呀，这光打没用，大招，这样起来，哎，有什么用？好像不行啊！这还有漏个洞，这不是他们也能跑得出来？让他动起来啊！来，你看把自己给困住了。啊，这还可以按第二次，看看。这不是会出来吗？哎，好像出不来！来打我！你怎么不打我？好，我们把它加满点等级吧。它技能释放不出来。来打我！哎，进不来。哎，这什么鬼技能？哎，看着。哎，我们可以把它按到墙上来打，对吧？按到墙上来。来，靠墙就不要动，靠墙不要动，我们来打。来，看人。可以把人家直接往墙怼啊！我操，这一碾呀，这貂蝉没碾成肉饼啊！哇，这个距离好远啊！哎，貂蝉呢？啊，被我们按到这里面去了，被我们按到草丛里面去了。这就是按两下没人的了，怼他。反正要是能做一个 3D 视角就好了，但是现在那个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欣赏。我们可以看他站着不动的时候是不停的摇摆啊。那我们就演示到这里吧，这就是传说中的猪八戒啊，已经上线体验服了啊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我准备去玩一下克隆模式。